才不看我们这姐妹俩，这大个儿得1.85米吧，这个还挺娇羞的。那个能跟大家打个招呼吗？大家好，大家好。哦，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贡小玉，今年20岁，是四周系的非遗传人。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刘西西，我今年23岁。哇，两个男生。我们两位呢都是男旦演员啊。对，我们这一身是花旦的装扮，然后我们两个演的是年方28的小姑娘。四周戏。对 对, 对，四周戏。那什么样的演员呢比较适合来演绎这个四周戏呢？有什么要求吗？嗓音要求对演员比较严格，因为他的尾音有一个有3/8度。而且那个小颤音，那个舌头那个声音叫，还有一个就是技巧，待会告诉你。哦，待会告诉我。那这样，要不然你们先来一段小展示，好不好？好的，来，掌声有请。以前我说实话还真没听过四周戏，这次一听两位男旦演员的表演啊，确实像这个小玉刚才所说，好像选这个演员呀、啊、能唱这个男旦还真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对，这就是四周戏的一个特色技巧啊，叫大花舌。哈哈哟啊啊咿呀哈哈。对，我这舌头确实就是大学4年那个播音主持训练的。好弟，你那肥舌头肯定就来不了。我。嘚儿呀！哎呀！厉害！我家先生啊，从小就学四周戏，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展示过。真的吗？啊！今儿晚上我进门。我就得问他，你给我打一个嘟，打嘟，你把你小时候那功底我看看，是不是四周戏？小明姐姐，哎，你要进门说你给我打一嘟噜，他有没有可能给你直接唱个我的太阳？这个四周戏的这个特色，除了刚才这个弹舌音之外，我看几个动作其实也很有特点。对，刚才那个点赞的动作，我觉得姑娘们可以学一下。点赞。是翘着兰花指的点赞，那不是比心吗？这是比心吗？这是比心，两是这样、啊，这两个是兰花指。哦，它是这下面几个都扣在一起。喂，再翻要成鸡爪了。小玉啊，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们家乡当地的这个戏剧团的团长，因为我是从小学戏嘛，对四周戏饱含深情吧。而且四周戏它是第一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名录中间去，但是逐渐的发现我们演员的断层实在太严重了，上一批最年轻的演员在50露头了，我们这一批没有演员了。如果我以后有能力的话，能不能建立一个这样的剧团，培养一批年轻人出来？所以现在你们团里大概有多少演员？年轻的现在有20个左右了。岁数大了，平时演出的话就会喊很多老师来帮忙，他们都非常乐意来帮忙，给我们甘当绿叶。
但是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年轻的演员也都是二位给挖过来的，对吧？对对，就是你挖人的时候，这些人之前要必须会四周戏，还是说你看他是这块料就会给他挖过来？看到各种可造之才，先夸，先一顿输出，来，我教你，无保留的教你，快来，你赶紧来，快来试一试。工资不太能保证，起码给你发零花钱，然后看他有点动心，再趁热打铁。咱把合同签了，手热。我就是这样被忽悠过来的。准确来说，我们俩是网友，然后是怎么认识的呢？打游戏认识的。那小玉做短视频比较早，然后之前呢，她经常会在自己的自媒体的平台上发一些自己的唱段，包括剧团演出的一些片段。我会出于一些怎么说呢，艺术上的意见。你给人家评论的时候，是不是都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是啊，我就是杠精儿。你会怎么给他留言？我是说，小玉，你这句词儿哪句词儿是？我觉得怎么设计更好？你这句我觉得唱得特别好，一定要就是这样保留住。说的也跟大学教授一样，比较中肯的意见。对，这样不开心啊，不来我觉得自己录这句。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给我不断提建议的人，我才能更加走得更远，所以我比较喜欢听他们给我提建议。对两位年轻的演员的一份担当啊。但说到这个，很多非遗的一些技艺也好啊，剧种也好啊，就面临失传，这是一个现实。对，其实不仅仅在我们中国，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依然看到很多年轻的这些演员们在身体力行的能够尽一点点绵薄之力，包括每一次登台，包括来越战越勇，面对不同的观众，都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机。对，我们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也在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们也相信我们四周戏会唱到更多更大的舞台上去。没问题，因为今天我现场也有咱们好朋友，对吧，郝蒂老师。郝蒂老师就是也学了很多中国的戏曲，今天能不能现场承诺一下，拜师学学四周戏？欢迎你们李日丽啊！我觉得郝蒂将来是一个优秀的男旦演员。郝蒂别的不敢说，唱包公绝对是可以的。哎、真的、啊？你怎么不用化妆？对，上一次他唱的就是包公。真的，我们现在就缺一个包公。郝蒂还想唱吗？驸马爷，今天看断向上西桌，进森林最丧尸，二岁他壮汉当朝，驸马郎啊，金钟光。马换上鬼换道儿，刀动闯杀气，妹子两心三百匕首天晴，三百牙膛真装之牙，只在那夜的大堂啊上。好，行了，有那么点意思哈、啊。好久没唱，哎呀，真好。团长，你别着急啊，今儿晚上回去，我就让我老公勤学苦练，把小时候那基本功都抓起来。下次你那儿缺角色，我们家贡献一个。好多星星看到了没有？感动。我们今天现场的人都被你们感动了，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自己能上的自己上，自己上不了的老公上。当然了，除了这个来到这里要宣传我们家乡的四周戏之外，最重要的还要感受一下我们的舞台，对吧？这个首保团有两组搭档，你看选哪一组上台和你们 PK 一下？你觉得呢？你比如说这两位姑娘确实聪明，学历，但是就接球差。郝蒂呢，是接球，来一个，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左脚一个，右脚一个，都能接到，但就是不认识中国字儿。是选两位妹妹这个组合，还是郝蒂他们这个国际组合？你看看，关团长推荐哪一个？我觉得要不然你就挑战我们的种草姐妹花吧，好不好？对，因为我俩戏曲毫无基础，所以如果碰到戏曲题目的话，你们俩必胜。奶奶，您听我说、你还是别说了。怎么样？可以吗？可以。好，行，好，加油。那就有请我们的姐妹花组合，冲冲冲！接下来欢迎四位来到第一关，一触即发。请听第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音频题，请听音频。你那只是水调歌头。你有听到没有？
是他用放音乐吗？我们两位妹妹都会唱，来再唱一遍。提示啥呀？提示看你们能不能唱得比原唱还好。走。明月几时啊？停，确实没有原唱唱得好。你们俩答题吧，咱还不知道题呢。该选了吗？选完再猜是什么题吗？让你们俩唱，好兴奋了吧？来吧，上吧，蒙一个吧，随便站一个吧。我们也可以跑动，对不对？你要注意，你可以来回跑，但是你答错，我是真不掉球。好的，没问题。好，现在严尚佳等于选择了四号赛道了哈。来，秋宝，请继续说题。请问歌曲中唱到的诗句，表达了作者对谁的思念之情？他是唱给爱人的、朋友的、孩子的、兄弟的，还是父母的？当然，由于你刚才就选了四号，你不能动了，不可以改。就是兄弟啊，就是兄弟是吧？好，怎么可能？我觉得应该是爱人。不是，他都站那儿了，你们能不能给一点？咱是一头的。开场就算我们首保团送分了，迎接我们对方吧。来，三、二、一。哎呀！让你们给蒙对了，答案选对了，球没接着，那这个答题的机会就交给对方了。这不是送分吗？他们也未必能接着，未必啊。对，三、二、一。这首歌我们本来也知道是苏轼写给他弟弟的《水调歌头》。哎呦天哪，人家还这么博学！来，给兄弟俩加上一分。大亮吗？没事，再接再厉。来，请听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汉字题。请问“将木”和“口”两个字进行组合，最多能组成几个汉字？口、木，有可能拼出几个字？咱们可以想想啊。哎呦！你去接，我相信你。你连答案都不告诉他，你就让他去接。小学语文100分，有可能拼出几个字？你可以说出来吗？现在是只想出来两个了，一个呆，一个信。犯困的困啊，困可以套在里面。哦，对，鹅，哪个鹅？木和口，木和口啊，对啊。现在这已经有四个字了。怎么就四个了？哪四个？信、呆、困、和。和怎么写？哎呀，你的和是和，我就一般有一撇。不对，芳玲姐姐，哎，我觉得今天回去你还得复盘。我觉得三个，因为他没法缩小缩进去。换人了，这次一定能接到。咱们就是说，然后没掉球就特别尴尬了。来吧，请准备，三、二、一。哎，不对，突然想起来一个，不能告诉他们。苏苏，你也很过得。我错了。来吧，弟弟们，我们选择四个，赌一把。靠你们俩了，三、二、一。对了。好。第四个那个。是不是那个一束花的树啊？哎呀！哦，我们玲玲真聪明啊！来，我们再加一分。哎呀，还是对方已经两分了。还是咱们拿起后面三分，还有机会。我们还加油。请听下一题。请听题，以下哪个古代人物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这是我们戏曲题，让给我们吧。戏曲那就穆桂英。对，穆桂英是的，是有这个人物。嗯，看他们这个表情，应该不是穆桂英，斗心眼子呢。我建议啊，你们就选白素贞。我建议啊，要不然哥你先走。我觉得穆桂英挂帅，我觉得也是，就是
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了的。对对，就是用，那就是貂蝉，那就是貂蝉吧。貂蝉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吗？三二一。不用接了。不是貂蝉。貂蝉是虚构的一个人物。被咱碰上了，让咱赶上了。因为我们四周戏有一出传统戏叫吕布戏貂蝉，所以我们详细的讲过貂蝉是怎么来的。哎呀，打人手背上了。那你们选什么？我们选，听你的，这回听你的，选妲己。有原型。妲己。对，选妲己，貌似最不可能的答案。最不可能的是白素贞吧？我说。你们俩谁接？我接。还让副团长去，跑腿都是副团长干的活。三二一。这样，我们听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五位人物啊。妲己是苏氏部落之女，世称苏妲己，是几人中唯一在正史中有记载的，正史为《左传》。那我们还得为兄弟俩再加一分。请听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视频题，请看视频。刚刚播放的是一部搞笑诙谐的芭蕾幽默短剧，请问戴眼镜的舞者是第几个被抱下台的？我当时还在数他们坐了几排，让他们拍，请不不不，请，少见，没人拍，女士优先，你们拍，我们只是想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你们都3-0了，肯定晋级了。谁拍？没事，我们错就错一把吧。请准备，三二一。排除一个，关键你排完这个雷，我们排除了一个，剩下还有四个选项，不一定能选对。我印象当中挺靠前的，我们在一和二之间纠结，本来以为我要是你我就选一，他们会啊，第二个好像是第二个吧，团长说了是第二个，第几个？第一个，团长说是第二个，第一个。我也感觉是，就是非常靠前，但一和二我真不敢说准，因为左边一个和右边一个好像前后脚，毕竟错怕。那要不全集，对，你随便站一个吧，我再看。你就听从自己的内心。请准备，三二一。恭喜！我们再来回看一下视频。啊，第一个给抱走了，加分，首保团加一分，耶！来，请听第五题。请听题，在成语“八拜之交”中，“八拜”原指古代世交子弟、夜间长辈的礼节，“八拜”中每一拜都有一个典故。请问以下哪个选项不属于八拜之交？这一听说这个八拜之交，我们这兄弟俩就马上就来精气神了。我们俩就是八拜之交。那哪一个有可能是错误选项呢？我们从概率的角度来说呢，一面之交更有可能，因为很少有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一见钟情呢？那也是说爱情。我们就选一面之交。确定不考虑考虑别的？确定。三二一。哇，好。八拜
之交是指八种不同的关系，有知音之交、文景之交、娇妻之交、鸡鼠之交、舍命之交、生死之交、管鲍之交、忘年之交。好，那我们兄弟俩选对了答案，也拿到了最后一分，我们再加一个球，恭喜恭喜。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挑战团以4-1稍微的领先我们的收报团，没听话筒不错，真的以微弱的优势进入到了第二轮，欢迎你们来到巅峰对决，欢迎兄弟俩来到巅峰对决啊！在这一关当中呢，由于在第一关当中你们答对了4道题，所以你们的起点现在就从第4格开始。我们来看180秒钟结束的时候，你们站在什么位置，就代表着你们可以带走几份礼物。如果你们连续答对了10道题，站到了我们首保团的对面的话，那这个时候恭喜你，你们就打通关，可以带走我们现场的奥克玛的冰箱，多么诱人呐！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奥克玛赞助播出，奥克玛-40度深冷保鲜冰箱，-40度深冷锁鲜，让世界新鲜如初。奥克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准备好了吗？加油！180秒倒计时开始。请问杨家将中佘太君的名字是什么？佘太花。佘太花。正确。请问说书先生经常在结尾时说预知后事如何的下一句，请听下回分解。下回分解。正确。请问人体内吸收营养物质的主要器官是什么？小肠。正确。请问皮皮鲁和鲁西西是哪位童话作家笔下的人物？安徒生。错误。郑渊洁。请问峨眉山上居住的哪种动物经常会抢夺游客的食物？猴子。正确。怎么到你？请问草桥结拜的故事中结拜的人是祝英台和谁？梁山伯。正确。请问澳大利亚经常引进哪种昆虫来解决草原上粪便的问题？屎壳郎。正确。别去别去。请问乞力马扎罗山是哪个大洲的最高峰？非洲。正确。请问叉烧是我国哪个菜系的经典名菜？粤菜。正确。完蛋了。请问构成食盐的主要金属元素是什么？那对。请问世界上公认的第一架实用飞机的发明者是哪对兄弟？海尔。不是海尔。在我们节目当中不能提海尔，我们是奥克玛。奥克玛兄弟。错误。莱特兄弟。请问俗语不是一家人的下一句是什么？不进家门。正确。请问水浒传里的武松在哪里打死了一只老虎？景阳冈。正确。下下门是哪个地方的方言？下下门。苏州。错误。上海。上海。请问被誉为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在河北省的哪个城市？秦皇岛。正确。请问工业酒精因为含有哪种有毒物质误食后会导致眼睛失明？乙醇吧，应该是吧。错误。甲醇。请问唐吉诃德是哪位西班牙作家的代表作？不塞尔斯。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个名言出自哪首诗？过过过过过我们的你们过过吧，那就说吧。过请问我国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是在哪个朝代发行的？没一段时间。什么朝？清朝。正确。还行还行。还有最后留住了3份礼物。不错不错。这一关你们可以带走的3样礼物是什么？本节目由王老吉特别呈现，王老吉润喉糖，清凉润喉，清新口气。另外还获得了榨汁机、奥克玛的空气炸锅，啊，一共3份礼物，恭喜恭喜！谢谢，欢迎你们再来，好吗？好的，好的，好的。